我们搭公车到 Queenstown 了，然后我们这次是在 Queenstown 是住这一间 Whistler Queenstown， 然后我们刚从 Queenstown 的 Center 那边走过来，推着行李走过来，大概要十分钟，不到吧？五分钟，差不多。然后走过来这里，我们现在要爬这个楼梯搬我们的行李上去。我们在最后一间，它这里每一间都是有一层楼梯，超累的。我们是在这一间，它一进门呢，这里就有一间双人床的房间，然后再来是厕所，然后再来是厕所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客厅，还有阳台。它这里的房间每一间都有阳台。跟厨房跟冰箱，它这个厨房还有洗碗机啊，跟烤箱、冰箱，叭叭叭。它上面的柜子都还有一些厨具、餐具。还有刚刚放的东西。对，然后还有下面的用品。还有洗碗机。这客厅是一个沙发床，我们现在在铺床。这是我们在皇后镇住的饭店。从瓦拉卡一来到皇后镇，好像来到一个大城市的感觉。对啊，好多店哦，店变得超多的。而且这一整排都是学区店，然后这里也有麦当劳了哦，超多人的。先来这个埃塞看一下，这大概是我们跟宁夏看到最多人的一天。好看哦！现在还有这个湖，还有这个船哎、欸！我看到那边，我觉得这边有很多游艇哎。有啊，它这里就是有那个游艇的活动。它这边有一些餐厅，就是在湖边。我们来纽西兰真的是第一次来到这么繁华的地方，好多人哦。还奥克兰呢？奥克兰没这边，这边我们没有在那边留那么久。它这边就有一区的码头港口的餐厅。我们现在走到港口这边，它这里就有很多的游轮，然后它这里也有很多水上活动可以参加，然后在这里的湖边就看到很多的船停在旁边。处理哪里啊？在皇后镇它这边呢，就是有很多的户外活动可以参加，像是 bungee jump 啊，或者是这种水上活动啊，或者是骑那个越野车，还有 zip line 都可以参加，超多活动的。然后那些活动都可以在网络上先订，或者是在他刚刚那个市区也有很多的游客中心可以订。哦，刚好我们看到他们船要停泊了，真的。你看他们就搭了船出港。休息的鸭子哎，你看他的头弯进去。我们来这里这么多天，第一次看到精品店。对，第一次看到精品店，全部都是 outdoor 的店吧，跟运动用品的店。对，没错，果然是来到大城市。可以吃饼。那我们现在看看它里面有什么。哇，好多饼干哦，就是他们的饼干。然后它这个还有盒装跟铁盒的，然后还有不同的口味。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些 shakes， 然后跟冰淇淋。看起来很好吃哎，真的哎。而且还有像这种牛奶装的，感觉好肥嫩，好肥哦。看起来很好喝，我想喝哎。它这里有好多冰哦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还有卖它的纪念品哎，超可爱的，这里。今天是6:30，所以它这边有住过温泉的活动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排队，耶，买到了8块钱。我们刚买完出来就超多人排队，我们算是很早到了，我们6点就到了。我们晚餐来吃这一间在Gong Kingdom Vietnamese越南餐厅，很多人呢。结果我们刚去的那一间在Gong Kingdom太多人了。所以我们又找了几间，然后都非常多人都客满，都没位置，所以我们就来吃这间外带土耳其的餐点简餐。哇，看起来都很好吃哎！然
们点了这个墨西哥餐回来住的地方吃。三个吃一份吧，对，应该三个可以吃一份吧。这跟纽约的那个路边的饭好像，很好吃。最好吃的汉堡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吃。然后在网络上他说，啊，汉堡分量很大一个，等一下就去看看。因为他十点开门，所以我们就要十点就去。因为我们昨天经过了好多次，他都是人超多，排队的人超多的，所以我们打算今天现在十点之后去看看有没有很多人。我们现在从远方就看到前面有一坨人，肯定那边就是了，就是那里。超多人，现在才刚开门而已。先拿到了一个菜单，它这里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汉堡。这个汉堡店它这里有几家都是同一个老板，它是汉堡然后面包店，然后旁边还有 bar， 然后这边还有咖啡店，都超多人的。怎么比你的脸大？哇！好惊人哦！好像比你的脸大，有没有？好夸张哦！小球点的是经典，也是超大一个的。然后我们点的这个 Big L 也是超大一个的。好了，换我吃了，换我吃了。很好吃哎，它这咬起来好有满足感，好爽的感觉。那里面有甜菜根哎。啊，还有什么？哇，它这个肉很厚哎，很厚。然后它就有两层，对。然后它应该蛋有两颗，蛋也有两颗，然后它有这有甜菜根跟菜，还有番茄，对。很好吃哎，好有满足感，好有满足感，我跟你讲，我吃了一口，感觉像飞回家的味道，香哎。我们现在在皇后镇，皇后镇它这个城市，它就是。旁边有山，然后有湖这样子，然后还有缆车，那边缆车可以搭上去看皇后镇的景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逛街，我们今天就是逛皇后镇，跟吃汉堡，跟吃这边的东西。它这里很多就是有山，就是沿着山边，所以它这里很多房子都是在山的旁边这样子盖的。试一下效果吧，感觉好像你很爱。哪一间？我们想说要去喝那个 Cookie Time 的牛奶，结果我们一直走不到，因为我们一直在逛街。对啊，我们应该走了30分钟还没走到吧？大概有一小时吧。从一小时之前，我们就说要去 Cookie Time 喝牛奶，结果都还没去。而且那个地方其实只有转角不到5分钟的路。我们又来 Cookie Time 这里，然后我们在这边的 Ice Cream 跟巧克力牛奶。我们现在在缆车的下面，然后它这边就有一个游戏间，类似汤姆熊那种。可是比汤姆熊高级啊，他们很多 VR， 很多东西可以玩。对，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应该会蛮喜欢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到缆车的下面这边搭缆车的地方，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可以看奇异鸟的一个动物园，类似奇异鸟动物园，就在前面这样。这里，对，然后搭缆车的地方就在这边，然后现在旁边这里都是在修路。
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咔哧咔哧的声音吗？脆啊，很脆，是不是？好酷哦！我们现在在 Queenstown 这里，这一间我们在瓦纳卡也吃过的这一间 Patagonia 的巧克力跟冰淇淋店，然后这间就是直边。这间店它还有二楼的座位区，所以我们现在来二楼这边看。湖边的位置都被坐满了。第二排。对。晚上我们来吃买这一间羊肉马铃薯回去吃，这间就在我们住的旁边附近而已，走路不用5分钟。它这个店里小小的，只有一组位置而已，所以我们就点外带。马铃薯、羊肉，哇，这羊肉真的很软哎，嗯，好吃吗？嗯。好吃，这真的很嫩哎，一用就可以了，就开了，嗯，